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《萨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。那上一集呢，我们到了忘却神殿要来找英帕，然后跟他讲话之后，他说他正在找相关的图画，就是龙之泪相关的图画。然后这里有个神庙呢，我打算要先进去解，那我们就先进去喽。这个神庙叫做排列组合。那可以看到，左边这里有一个全部组好的方块，那我们就是要拿右边的方块来组，要组得跟它一模一样。那我就先转动我的方块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拿另外一块来组。这块应该还蛮简单的。组合完呢，门就会打开，那我们就再往里面走。有个魔像，被他吓一跳。没想到这里有魔像，吓了一跳。火龙头棍棒，看一下哦。算了，不要。为什么好像没有看到宝箱？算了，我们一样先解这里。这个也是完整的方块，那我们要把它啊，它的方块在这里，不是它的方块，它的宝箱在这里。那我们要想办法爬上去，给它用粘的好了。这样子，那这样通天术好了。通天术就可以上来拿宝箱，有大的佐纳乌能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组这个方块。这样，先把这个方块转成这样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边的最旁边。哎，我先瞧好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拿起这个，把它摆上去，要把它摆正哦。我的角度好像歪歪的。蛮新鲜，这样，那换这个，最后一块我们就把它拼上去，调一下角度。进去，它不进去，好。那都摆上去之后呢，门就会打开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来调查。那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往英帕看的方向里面走。
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倒掉的女神像，我们可以先跟她说话，因为刚好上次有一个任务，应该是这个力量之泉的女神像，她有叫我们要去告诉她这里发生什么事了。女神像倒下了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再往里面走。往里面走之后，就可以看到有一扇门，然后这个绿色的很像佐纳乌的文明。然后在这里中间呢，就可以看到有一个装置。我爬上来干嘛？然后这边有向阳草。这里还有个石碑，那我们再往更里面走。下去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图腾，然后这时候就会触发剧情。这个房间，我们也到下面去吧。墙壁上的那些，莫非是地上的图画？第一个是最左边的这个老鲁的样子的头，那个图画。第二个应该是有点像神殿的一个图画。应该在利特村的附近，地板上有地图哦。那我们可以先把它拍下来。居然有这种房间，跟此处的图画有什么关联呢？我们也赶紧去调查其他的地上图画。你要不要稍微休息一下比较好呢？他说你如果在旅行的途中有看到图画的时候，要调查一下比较好。可以变成寻找萨尔达殿下的线索。好，那我们就冒险笔记看一下，他就会告诉我们有11个壁画，那地上的地图有我们还剩下10处没有调查。那你可以看一下顺序，这边就可以看到顺序是老鲁的，然后再来是这个。你如果怕忘记的话，就是都先拍下来。就这样。好。所以第二幅图画它就告诉我们在利特村了，是这个。然后第三个图画是很像那个，这个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，这次的叫什么我有点忘记了。这个感应器就是林克身上带的感应器。然后再来是这个算什么图画，有点像蜥蜴战士又不是。然后再来是这个，再来是索尼亚，应该是索尼亚。然后是一把弯弯的剑，然后是加农，然后是这个很像什么玉的这个，然后再来是这个，再来是剑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下一个目标在利特村这里了。那我就先开地图，然后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女神像倒了，我们可以回去找这个力量之前的女神像去回报她。那我们打开地图，回去乌尔利山瞭望台好了。每次都在下雨，然后我们就弹上去飞去力量之泉。
要导电的。来，回到女神像。你说女神像倒下了，虔诚见识啊，那可是慈母女神像。为了要帮慈母女神像恢复原状，请助我一臂之力。他希望我可以去找奥尔龙，献上奥尔龙的爪子。要献上奥尔龙的爪子，我现在身上应该没有奥尔龙的爪子，我之前好像只有拿鸡脚跟鳞片吧。好吧，那这个就等之后有拿到他爪子的时候我们再来回报。那我现在打算要去另外一个神庙，在这里，这有点远。我们先回一趟古龙城好了。我身上是不是还没有古龙城的衣服？真的耶，那我们回去古龙城一趟，我们去买衣服。我们来去马拉克古奇神庙。先把衣服买起来应该会比较方便。那衣服店我看一下，是在这里，杂货店。好，那我们就飞去杂货店。这不是这里吗？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先来买其他东西好了。我也买过啦，找一下衣服店哦。是在最前面这里。在这里有衣服的标志。这里有耐火石鞋。大特价出清中。赶快买。然后还有耐火石铠。再来是耐火石盔。好，这样我们就买齐了服装，之后如果遇到火的话就可以拿来换。那这个神庙的话，我们开一下空中的地图，好像附近也没有耶，怎么都离那么远。这个瞭望台在这里也是有点远。那我从这个玛雅米伊神庙过去好了，我们先来传送过去。好，那我们往那个方向过去。这个胶囊是什么？好，那应该不需要。想说有上来有需要的，我先顺便理一下。那大概是在这个方向，那我们就拿出我们的E，我的E快没了。拿不出了。再一次，也不给我拿，那我来这里拿，可能离胶囊机太近了。然后我们就往那个方向拉出去，然后再拉回来。林克可以上去了。
然后用倒转乾坤。然后到空中之后就可以来进行解除。那只是什么龙？是白龙吗？帮他拍照，真的是白龙。异夸消失了，我们还有点远呢。哇，怎么很远的感觉？随时准备滑翔伞哦。好，然后我感觉我们过去的路上，好像会看到一个。刚刚好像看到一个平台，是这个平台，有那么远吗？有那么近吗？前面这一个平台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来看看能不能先飞到那个平台上。现在那个古龙城的那个火山也变得很奇怪。在冒红色的瘴气，那我来准备要补充精力。好，试一下料理。我在想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方块模像。是方块模像。这是北阿卡莱天空诸岛。好哦，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边，下一集再来打架跟解神庙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咯。